반갑습니다환영합니다我是今天晚上见面会的主持人，我叫做 Anna。네오늘저는오늘의 MC 를맡은 Anna 입니다잘부탁드립니다我知道大家不想听我的声音，所以首先我们就请我们 SF9 所有的成员们开始为大家打声招呼吧。네인사드리겠습니다둘셋둘셋안녕하세요我是 SF9 真的非常的开心哦 Welcome back to Taipei 距于上次去年来到台湾到现在已经相隔了一年三个月对不对大家是不是都非常想念我的 SF9 네 SF9 여러분작년에댄반에오셨는데생각해보면시간이한1년3개월정도지난것같아요여러분들다너무보고싶지않으셨나요아너무보고싶었고요여러분들이렇게만날수있어서너무좋습니다我们真的非常想念大家可以这样跟大家再次见到面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希望你们那我们今天呢 Fantasy 的主题呢我们的名称呢不就是这个 Fantasy 的 Express 吗所以呢我们就想要希望所有的成员们就一起呢跟着我们 Fantasy 的粉丝们一起呢搭乘我们 Fantasy Express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旅程所以呢就请上座让他们坐下来休息一下네오늘제팬미팅의테마가이제 Fantasy Express 인데요지금여러분같이여기에따라하기전에제자리먼저앉아서지금같이시작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 Let's go大家好，我是归家老兵。欢迎你们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见面会。希望我们一起度过愉快的时间。还有，希望能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东西今天我父今天我很辛苦他们怎么今天我很辛苦
一起嗨起来。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好，大家好。我是战林。你们有想玩玩吗？我也是。谢谢。大家好，我是荣昌。我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谢谢。看来我们所有的成员为了台湾的分类行动，很认真的学了中文了哈。네여러분들대만의콘텐츠를위해서정말열심히중국어를배우신것같아요네와이게